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8号，也是我们新国大陆开服的第9天。来吧，第一事情，上线先买一个超级基金，好吧？大家今天 APP 的话，充不了7里币了，只能扫码支付了。我操，这好贵啊！是直接就是1996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吧？充了一个198，还能充100，来100的奖励先领一下。哎，领一下 SP 暗器，来先领了。这个你充了以后就不管了。每天领一点就行了。那怎么还有一个红点？领这个吗？我操，可以领两个。啊，今天可以搞个 SP 红暗器啦。来，这边先领一下。来，继续领一下。每周礼包，这 V11买不了，没搞到 V11。我们现在还是 V10的。限时活动领取一下，等下去抽一下奖。这个置换的话，我看置换的话辅助我们现在用着的，就先不还。抽奖的话没抽完吧？每天抽完好吧？每天一轮，每天抽一轮，所以说这每天都抽完。只要大盘有一天没抽完，没抽完的话，他就第二天就少了。可以，来领取一下每日礼包，出了12元。等一下，我们今天还能充个多少？刚是198，还能充100，记得还能充104。我操，单抽都出这个，加速啥时候能用？现在就能用，你们下把小文章重新下载一下。好，完事。你月半月领，来先领了。今天好像可以给个 SP， 我看点 SP 可能开啥？等一下，来成长之物领一下。20登录你，今天送一个双 S 的罗刹比比东，但是双 S 的我们不用，只是说来激活一下图鉴可以，好吧？你充等级，等级的话我们追不上了，等级的话我们今天只能这样了，只拿个前五前10吧，好吧？来吧，背包，我的暗器呢 ？SP 诚心千日血，这个先留着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可以开千日血150个，今天我们能抽千日血吗？暗器，大家现在暗器需要选哪一个？是一日血一个吗？观音泪、孔雀翎，孔雀翎有了，佛罗唐莲。观音泪、菩提血，我看身份效果啥？开场后佩戴双方防御提升45%，格挡增加90%，提高全队的 PVP 减伤、PE 减伤、增伤。佩戴双方增加30%的攻击和双防。来吧，选个深盾给肉吧。选什么深盾呢？他喵的，选观音泪不好吗？管他的，一个一个开吧，反正差了很多。今天有限时，大家来，这里又需要52，再充个52吧。那就还有多少？我算一下你啊，46，来抽一下。小五没有了，换一个千日血，来给我来个20，但凡给我来100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可以直接出千日血了。好，十连出50，要七个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小丑的？我们今天战力还没涨呢，暗器呢？合成一个叫做，合成一个不叫战力吗？激活，我操，1500万，没有毛病，好吧，加个300万。觉醒呢需要一个，来，这需要一个武器，需要多少个攻击觉醒？需要4个攻击觉醒，来吧，置换辅助的药，攻击项链的药，辅助项链药，我去背包找一下吧。攻击觉醒啊，你看这里4个，来开4个攻击觉醒，1、2、3，4个攻击戒指觉醒，可以了，够了，返回，来吧，诚信戒指直接觉醒满。满加多少？加2970万啊！还要啊？还没满！我操！这他喵还没满！这五个星不是满的吗？我记得五星不是满的吗？怎么还需要呢？这给他举行一下，加个800万，这加的好少。这不就没满？这个可以下载吗？好像可以下载了。好像啊，我只是说好像，没确定消息，没给消息，大家先别急。啊，诚心已经升了一阶了，面容呢？面容需要24，需要60的话需要60，我看算一下，50、40、44个，来吧，去给开44个面容，面容升一星吧，面容容，来开4个，再开40个，这里开40个面容，戒指给月亮啊，戒指是月亮啊，我操，那天没被坑了。来，逆龙神医逆龙，剩下神召唤逆龙宝塔，增加效果。他直接跳了，刚刚好，现在21亿了。我们福建身心能加多少？3000多万吗？300多万是5个，再一个红色的，来个七杀剑，我就充满了，好吧？七杀剑，剑心炉，还差个凤凰。我操，单发这么好，
我操，这边有昊天锤、海神、蓝衣皇、赤魔蛛皇、绿衣天使，进行一次高级召唤，那一次能满足吗？那么你七次，弗兰德不要，朱志清好碎片可以，小白不要，多来点碎片，多来点 S 的碎片，我操，九号关，食神，我也是史莱克战队的一员。这还是小龙队啊，这是小龙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还想试试魔魂大白鲨的尖牙？这里可以领取120个碎片。好像现在的成就没那个，就该记得激活了呀。等一下，我们看我们还有哪些没激活的，看图鉴啊。从下面看上来，弹幕白这些激活了 ，S 的全激活，双 S 的也全部激活 ，S 加的也激活了。现在就差三 S 的胡列娜和奥斯卡，胡列娜奥斯卡阿银，我操，胡列娜奥斯卡阿银，那算了，那几个比较难弄。来吧，六龙觉醒，加三你多少？加2240万，没毛病，还可以合一个辅助戒指，需要4个觉醒合成，加多少？看到啊？加怎么才一下1600万呢？前期组一个 C 就行 ，C 我们组完了呀，现在 C 组不起了，组不了了。看排行榜，现在我们稳居第五啊！我操，啊！这边300多亿，神四前神星，我操！太服9天300多亿，有吗？有人？这还能看吗？魂骨来觉醒收一下吧，3次，1、2、3，好吧，没了。暗器没有，道具的话，这买啥都不要。来吧，神星突破一下，突破这个增加防御增加不要，生命增加，对这个加多100多万，130万，好。我们现在22亿了，皇家狩猎场，大家对啊，今天玩这个皇家狩猎场，这个怎么打呀？我打不过呀。沉默的话，看啊，这里可以把这两个转身先用了，坚韧过载，铁皮，过载可以不要，来试下，我不要过载，看能不能打得过啊？过了，我瞧，我过了，看、啊，就是不要过载，其他都可以点，就是过载那家那东西，他喵的加血太多了，就别要过载，对不对？来直接挑战，600、100。躺下，下，这个没有 SSP 不要打了，为啥没有 SSP 不要打？我打得过呀、啊，你看不就打过了？10万年红花才能合，没有合成，我操，这不10万年？不是不是10万年？融合，融合，添加，操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就是两个10万年可以融化成一个20万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就两个10万年可以合成一个20万年的。就是万年的就没用了，以后全部换成10万年的，再慢慢往上升。3个合50万，一个10万年可以合成一个30万年的，两个没有，大家慢慢来，早晚没有10万年的，好吧？皇家战令98买一下吧。我看剩个50、40、46，我操，我亏12块钱啊，买了吧，亏12就亏12吧。来，最后把这个皇家这个领了，好吧？5倍领取98，这看到吧？可以，看到就行。来，给2个1000年红环。主要是这里有个10万年，因为我看中的是这个10万年，懂不懂？我看中的是最后那个10万年的，所以说我才买这个的。今天神王李冲应该到达1500了，来领取这个楼高的不要，来吧，原什么名的？原什么名？你自己说你叫啥？套装加的多一点，加的不多，加的不多。我买这个，去买200个吧，买200个试一下，好吧？我看买200个这个加多少？来暗器，佛场脸来雕刻。一件只剩3级200个，3级加800多万，只能加800多万呀，也不多呀。神星加多少？我操，加2000多万！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个再去搞90个呀，那就别换那个暗器了。那再搞50个，我操，只能买30个了，买错了。暗器暴雨泥花针，这个、啊、把这换一个人，接下来好，再把这个换上去，孔雀翎来。再去试一下，你说把，你说暴雨流星在哪个队哪个队就能秒，我试一下，能过，过了，过了，这不就过了，18个2了，看没，18个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直接19了，关卡19，哇，这不是打得快了，加速关了，加多少？加4000万。来看战绩排行榜，咱们怎么还在第三呀？第五啊？这第位十一吗？位十啊？他也是位十啊？我还组马红俊的，他们马红俊怎么都150万？好了，今天就播到这了，小龙该下楼吃饭去了。